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有两个圆呐，一个半径是一，一个半径二，啊外切，啊另外的话哈，一个第三个圆，那个半径是三呐，啊跟这两个圆的话内切，那么现在的话哈，我现在做什么呢？做 O 一跟 O 二这两个小圆的那个公切线，啊跟大圆哈交于两点。这个我们叫CD， 那么他问哈，这个 CD 等于多少？哦 ，CD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现在我们怎么做哈？我们做那个这个旋心距啊，这个 CD 哈是这个大圆的一个旋嘛。我现在的话哈做什么呢？做旋心距，哦，就是说跟那个 O 3的圆心。它距离多少？旋心距我算出来以后，我这个旋的长度就可以算出来。好，那这个旋心距怎么算哈？旋心距的话哈，现在我就O 1的话哈，对 CD 做垂线嘛，哦，因为这一条是公垂线，做那垂线。啊 O 3的话也对 CD 做垂线，这三条就互相平行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晓得说哈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距离多少？现在的话哈，这个距离多少？这个旋心距啊，这个是公切线的长度了，这个我们叫 AB 好了。公切线的长度 AB 哈等于多少呢？就是 O 1跟 O 2的公切线长度了，是等于哈这个连心线。连心线的长度 ，O 1跟 O 2的长度 ，O 1 O 2的长度哈，平方减掉多少呢？哦，现在我就做一个什么辅助线嘛。哦 ，AB 这个长度的话，就等于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开根号，就是这个长度。好，啊这个的话呢是等于多少呢？是 O 1 O 2哈，就是等于那个这个什么哈，这个半径一嘛。啊，再加半径二，所以这是三了。O 一 O 二是三，哦，这个是这个画的不好了，它会通过切点。哦，通过切点的话，哈，这两点距离就是 R 一加二，哦，那个 R 一加二，哦，这是三。那现在这一段等于多少呢？这一段的话，哈，就是等于 R 二哈，啊，减掉 R 一啊，哦，这 R 二。减 R 一的平方了，哦，这个就是那个，什么公切线的那个长度的公式，所以这个是九减掉多少呢？减掉二减一嘛，二减一的平方，所以这是八，根号八就二根号二了。好，那二根号二找出来以后哈，那这一点呢，我叫做 D 好了，叫做一好了。我现在的话哈 ，A 一哈，比上多少呢？比上这个 EB 会等于多少呢？哦，因为这三段平行嘛，所以这一段比这一段会等于这一段比这一段，等于 O 一 O 三哈，它比上多少呢？比上 O 三 O 二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 ？O 一 O 三哈就是。那个这个小圆跟什么呢？这个大圆的这个什么呢？距离，就是啊，就是三了哈，啊减一了，哦，三减一是二，哦 ，O 一 O 三是二，比上多少呢？比上这个 O 三 O 二，就是多少呢？三啊减二，三减二是一，二比一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知道说哈，那个，EB 等于多少 ？EB， 那 EB 的话，现在好，这个我再画一下，这是 EB 嘛 ？EB 的长度，这段 EB 哈 ，EB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哈，全部，因为这个哈，这个是二比一嘛，这个是全部的三分之一的。三分之一，
AB 就是工垂线的长度，这等于三分之二根号二。好，那 EB 算出来以后，我现在算什么？算 EO3 就是什么？就是旋心距啊。我现在 EO3 等于多少哈 ？EO3 哈，等于这个是根号 ，OO 这个是直角三角形 ，O3 O2 的平方。O3 O2 的平方哈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这个是，这个 EB，EO3 EO3 就这一段，这一段的话哈是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我算错了，应该要先算多少呢？这个我叫做 K 哈，这一点叫 K。先算呢 KO2 了，这要算 KO2， 先算 KO2，K 哈 O2 哈，KO2 等于多少？等于是这个平方啊减这个平方开根号 ，O2O3 的平方减到减 EB 的平方了 ，EB 的平方啊开根号，哦 O3 O2 多少？是一嘛？一的平方减掉多少？减掉这个平方，这个平方是8/9，8/9，所以这根号1/9，所以这是1/3啊。那 KO2 的话哈，就算出来了。那 KO 算出来的话，我就可以算出来，算出 EB、EO3 的这一段嘛，就旋心距 EO3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VO2 哈，减掉吧，减掉 KO2， 那 VO2 哈 ，VO2 的话也是多少 ？VO2 因为这个是切点嘛 ，VO2 实际上就是半径，半径是2，减掉多少？KO2 是1/3嘛，1/3。所以这个是1/5，1/5就算出来，所以旋心距1/5算出来了。那现在哈，我可以算出来，那这个是半径的，这个半径是3嘛，所以我现在可以算 ED 就是那个 CD 的一半 ，ED 是 CD 的一半，是根号多少呢？根号这个 R3 的平方哈。减掉旋心距 ，EO3 平方了。R3 是3嘛，所以是9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 EO3 就是1/9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81哈，减25是多少？这是6，56，7减掉56。所以是1/9，所以是3/56，这56可以一次分解吧？56，414，416，就2/14，所以这个是等于2/14。好，那这样的话 ，CD 哈 ，CD 呢是等于2倍的哈 ，ED 啊 ，ED。好，那这样把它乘以2就好，乘以2的话是等于1/4，根号14，所以答案是1/4根号14。